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羽毛球代表吴子柔。你今天有没有做运动啊？工作紧要，但健康同样重要。八月七日全民运动日，我诚邀大家一起参与，到时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嚟做运动，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，出一身汗，精神啲，人都健康啲。日日运动半个钟，健康快乐人轻松。你都一起嚟做运动啦！